直接跑，对，我不承认，对对对，我不要，就直接跑走。要生是你自己要。然后结果孩子就在女生的肚子里面。男生可以决定要不要生，但是痛的是女生。对，痛的是女生，人家也是女生啊，为什么你就要这样？他们是比较瘦，比较漂亮啊，可是我也是女生啊，我长得又没有那么丑嘛，对不对？还行吧，然后就不可以差别待遇没 ？OK，OK，OK， 对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看什么看？就是在说你啊！干嘛那么凶啊？这是到我干嘛？你到我干嘛？那不是明明就我是明，却没吗？欢迎收看《明事调查局》，你糗啥啦？我们今天来到，你今天不要爆麦哦！不会不会， okay, 好，没我一定会想说什么？你是想，你是觉得他拿麦克风？我一定会爆麦，我一定会爆麦啦！你不要管我，你不要拿这么近。OK， 我们今天来到桃园的寿山高中，我们终于又回来了。为什么会回来呢？回回一年呢，太多人投稿了，真的真的。对，希望今天也可以找到一些什么流量密码。那我们今天要访问的题目是：同学，我想请问一下，男女真的有平等吗？平等大调查，你觉得男女有平等吗 ？Nope。没有，男尊女卑。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女尊男卑耶。是不是女生比较大，男生比较小？对啊，而且像男生都会被说什么，你赚可能赚3万、4万、5万不行，但是女生如果可能4万、5万，不是啊，就很来我跟你讲一句，我跟你讲一句话，我就简单给你一个逻辑啦。你们觉得男女平等吗？你先来，男生，你说现代吗？你不要讲现代，就你的生活周遭有一点不平等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可能老一辈的人吧，像老师啊，可能会偏袒女生。搬书重，搬书这种话你敢拿出来讲？等一下，你不该搬吗？不是，什么叫性别平等？就是男生女生都能做一样的事啊。可是为什么脏活累活都男生来做？我觉得女生，我们班女生就蛮有力气的。对啊，真的，相信我，我们班女生真的超有力气，真的会打。那你会自告奋勇说，男生是什么东西？我们班。有啊，我会去搬书啊。真的哦，那你一次能抱几本？我们是箱吧。你一箱直接扛起来走。很多女生都可以啊。那为什么有些女生会讲说啊，好重哦，男生去搬这种是什么样的女生？我觉得他们只是懒得流汗。对啊，然后不想走楼梯，不想走路，懒惰，会变胖。那这样子会被身边的女生唾弃吗？不会吧？不会啦，不会。那每个人都不一样啊。那你们会觉得就不能搬书的那种女生更可爱吗？不会啊，不会。但是有的时候不能搬出那种的女生都长得比较可爱，有吗？那我想问，那女生觉得现在男女有平等吗？没有吧？为什么？来，我要听。女生吧，女生地位比较高。我觉得要看，像工作的话，可能男生会地位高一点，女生可能就是平常一些日常会比较高一点。就等于怜香惜玉的感觉。對對對，哦，你说在公司你是老大，在家里你又听我的话这样子。差不多。OK， 那你男朋友跟你呢？我啊，你比较大。对啊，你有怎么在感情当中就是显现你地位的时候吗？可能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矛盾吧，然后他就会道歉呐。OK， 就是男生应该要先道歉。我不是觉得要先道歉，但是他会比较让示下他怕你。但是我有错的时候我也会道歉。我的意思是你意识到自己错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偏少？没有，我很少错。我没做唔对代志。你们觉得男女有平等吗？没有。没有，为什么？女生多少还是会吃亏一点吧。好，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我想听。就是、你要。对呀、啊。对吧？怀孕，在交往上，在承担事情上，女生比较吃亏。对，男生说哦，这不是我的，然后或者是直接跑，我不想养，我觉得我不要，直接跑走。要生是你自己要。然后结果孩子就在女生肚子里面。男生可以决定要不要生，但是痛的是女生。对，痛的是女生。但讲实话，如果真的可以选择，其实我没想还是在我们的肚子里面。我没有，可是没有办法、啊。算你会掰。觉得你是说男女不平等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可是老师有时候都会说什么男生就要搬比较重的东西什么之类的，就是为什么争几个壮丁去搬书或怎样，然后这种时候会有女生站出来。哎、欸，老师我也是壮丁。但是男生我们班的时候就很靠背，不会骂的话，他们就会说。哎，其实你去啊，你那么壮。你的意思是他们会 JQ 你？对没啊，不是啊，我是自愿没错，但是他们每次都说，欸、其实你那么壮，怎么七七这么。就是我可以自愿，但你不能够刻板印象就叫我。对没？我觉得这样子反而就没有风度了。对没？那你觉得你有壮吗？有点，不能否认。还有什么觉得刻就是比较不平等的地方吗？可能就是另一半怕我这样。那在谈恋爱里面，你们是那种你们在上面，男生在下面的吗？
没有把它平等吧，因为这样会就是，就是，对啊，就是在谈。哎、欸，他闪烁其词，你到底为什么？你刚刚很有自信哎、欸，至少吞三次口水、欸。就是在谈恋爱里面就是要平等啊，没有说要在谁上或谁下，这样因为这样会就是谁先认错，另一半。我想问一下，那个你们就是在恋爱当中谁都先道歉？我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会道歉。可是他刚说他跟你要男女平等。没有没有。那你觉得爱情里面有平等这件事吗？没有平等。现场打脸。刚刚有人说你没有平等哎，你还是想被当小公主照顾吗？对不对？对啊。对啊。那你就讲出来就好啊，没事啊。我也希望我的女朋友每天都捧着我的脚，我也很开心、啊。我要捧着我啦，欸、捧着我。我女朋友晚上是要帮我洗脚、欸，哎、啊，一定要帮我洗脚，端一盆热水帮我洗完，因为这样身体才会比较舒服。你是痛风是不是？我，你有帮我帮她洗内裤，每天。他的意思就是，他拿他的洗脚水帮女朋友洗内裤。大锤到啦。那我们回归回来一下下，就是因为刚刚你在去访问的过程中，我听到一些悄悄话，就他觉得他被忽略，怎么好像有男朋友就是。忽略他，他没有男朋友怎么办？对啊，你有交男朋友吗？有，我现在发现真有，必啦，真的，你自己问他，你问他们认识我到现在，从高一到现在我没有交过男朋友。然后我听一下你想交什么样子，你的条件，就是、长相说想帅是没错，但我觉得看顺眼就好，然后比我高嘛，然后对我、啊、你几公分？164.9 OK， 170就可以了。然后，怎么样算对你好？就是事事想得到我啊，就是要有基本男女之间的界限吧。好 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. 真有条件就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大家去私讯一下 ，IG 可以放吗？可以啊，帮他放上去，好不好？又会你的优点，你的优点，来，我的优点，推荐一下自己。我想不到，但我会化妆技术，还有，然后他们班都叫康叔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会有好的都会分享给你，我会跳舞，我会跳，我有一点点跳舞，我会对你好。对，我会对你好。虽然我现在声音很难听，但我平常声音不长这样。可是我先讲哦，就我们夹一下。哥哥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什么画面？好，对于男女平等这件事情，有没有想要改善的？生理需求这上面比较需要改，但改不了啊。需求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就是、生理期那些就是。哦，你说男生应该多体贴一下女生，每个月就那几天会来，应该要多体贴一下女生，不要又一直叫女生搬重物。或者是跟女生讲说，哎，你每个月都来，有什么好每个月都生气的这样？有时候他们就还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觉得我们脾气很差，没有啊，温柔的嘞。没有，我觉得。那其他可能就只是耍脾气吧。对啊，就是、想要耍脾气让你哄一下。对啊，这样多了小脾气。想让他哄一下。还不是那个来生理期吗？现在开始很诚实哎、欸，我就想被当小公主，我就想被哄嘛，怎么样？你真的蛮能熬的、欸。对你男朋友讲一句话，来3、2、1。好，我爱你。还有呢？对不起，一直惹你哭。哦，根本听不到哈。那你呢？我没有男朋友、啊。我知道。你想对那些那个不体贴女生的男生说什么？我也是女生啊，干嘛差别待遇啊？干其他女生，她们是长得比我漂亮，比我瘦，没错啊。你不要这样讲啊。对啊，来夹着再讲一次，来。人家也是女生啊，为什么你就要这样？她们是比较瘦，比较漂亮啊，可是。我也是女生啊，我长得又没有那么丑嘛，对不对？还行吧，然后就不可以差别待遇呗。OK， 你觉得男女有平等吗？没有啊。怎么说？我觉得女生地位比较大，在感情之中，因为不应该是女生都要服从男生。这已经是那个封建的观念了，觉得男生要心甘情愿被女生欺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毕竟是男生嘛，多吃点苦比较能承担。从那个古时候来讲，生男生就是要吃苦种田的。去承担的，要扛起那个责任啊！哦，对，那你今天如果你承担了一切，但你发现你的另外一半没有给予相对的付出，你会没送吗？我会没送啊！哎啊，这样子怎么办？你又说你要照顾他，承担这么多，你就想获得什么？跟讲说女生吗？肉体一个没有一个抱抱就好，一个抱抱一个抱抱就好了，一个抱抱就好。我帮你扛起全世界，你抱一下。我不怕跟全世界。维迪，当我的小熊维尼哦，有压抑，耶，哎 ，OK， 那你知道霍的移动城堡第二集叫什么吗？霍的两栋，我要破你的梗吗？两栋城堡、啊，你是男权主义，我是男权主义，因为他觉得男生就是要承担一切，女生就是要被保护的，就代表说你觉得其实男生的地位是比较高的。对，辅仁大学哲学系，我来了。有一天蚂蚁去沙漠上，你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留下脚印？好老哦。
因为他骑脚踏车啊。对。赖那我问你，为什么蚂蚁在沙漠上可以搬很重的东西？因为他脚踏车有篮子。好，那我问你。有一天小明要去开冰箱，开冰箱之前就发现啊，蚂蚁在里面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脚踏车停在外面。看见你。